Bye. En Asie et bah, ils viennent aussi juste.哎，刘雨欣，刘雨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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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雨欣，咱们刘雨欣来了，刘雨欣来了，点赞点起来，点赞点起来，好不好？我们雨欣来了，雨欣，雨欣，雨欣，哥哥爱你，哥哥爱你，今天你是最美的，今天你是最美的，对吧？雨欣，啊，雨欣来了，快点点赞，点赞，雨欣。三三我爱你，哎呀，太美了，你太美了，欢迎大家。雨欣，这边这边这边，雨欣你好，雨欣，雨欣，哇塞，咱们是不是当雨欣了？雨欣 ，Hello， 你今天太漂亮了，艳压群芳呀，太漂亮了，哇塞，太美了。欢迎雨欣，欢迎大家。雨欣，这里这里，真贱。雨欣，这里。啊 ，here。Qui celle qui m'a planché là? Je voulais lui avoir un coucou, moi je l'ai dit. Qui celle juste là? Avec les lunettes? Ouais, avec les lunettes, lunettes et chapeau, ouais. C'est un pantou, mais. J'ai envie d'avoir un peu. C'est là.Hello， 您好，雨欣，我们往前站一点，谢谢。先给所有现场以及线上的喜欢迪奥、喜欢你的粉丝们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哇，非常开心，今天在迪奥2023秋冬成衣系列发布秀的现场。是的，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迪奥中国品牌大使刘雨欣。谢谢谢谢。雨欣，来到巴黎看咱们迪奥的大秀。什么感觉？就说说此刻的感受。非常，首先非常激动，而且我觉得现场这个氛围是非常浪漫的。嗯，很浪漫啊。对，而且你应该听到所有的粉丝在呼喊你的名字啊。谢谢谢谢。有什么样的感觉？我看这两天真的好多人都
去当中有偶遇过你啊？这两天刚好去了蒙田三十这家店，因为之前只是在线上看秀，所以没有亲身体会到现场的氛围，所以今天来到这特别开心，而且我相信也会有不同的艺术家的一些作品，一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在一起看秀也看了3年，只是说在线上啊。对，你觉得这线上线下区别在哪儿啊？我觉得线下更能够感受到沉浸在这个浪漫的氛围里面，沉浸在浪漫，而且沉浸在所有喜欢你的粉丝的呐喊当中啊。所有的粉丝们都在期待你在巴黎还会做点什么事情，要不要先告诉他们？我觉得一定要去参观迪奥的博物馆，因为其实那天还有迪奥的餐厅、迪奥的咖啡店都还没有机会去到，对，然后包括其实还会去感受一下巴黎的氛围。好的，我们一会儿秀后还要见啊。你的粉丝们首先先让我带给你一句话，就是他们好想你。谢谢、我也很想大家。是的，那我们一会儿见好吗？好，雨欣，秀后见。谢谢秀后见。好的，雨欣。刘雨欣，Yuxin at Dior.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decor?让我们掌声欢迎迪奥中国的品牌大使刘雨欣。雨欣再次回到现场，再次见到燕池姐。哇，我们也是很荣幸跟雨欣再次在巴黎相聚啊。谢谢。然后我觉得好像燕池姐在这个光里面更加的优雅了。我们要互相吹捧一下。是真的。你知道吗？雨欣，你知道前面我怕你冷，所以没把你留太久啊。所以我先说说看，你今天你这个造型其实蛮像一个，其实蛮舞者的，我感觉其实今天穿的比较简单，然后其实像线条也比较利落一点。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少就是多吧，虽然我有时候生活中会选择很花饱和度很高的服装，那是舞台上可能有时候也没办法啊。对，但是其实这种比较简约的，比较独具匠心的设计也是很有细节的。我觉得现在迪奥真的跟你很配。我也是第一次，其实第一次穿啊，这个设计好适合你。我想看到更多的雨欣的突破啊。好，那我们就说回今天的秀场，你看完之后感觉如何？我的手机没有拿下来过，好像是吗？没内存了呀，感觉一直在拿起来，是吧？就很多廓形的设计，包括很多的大衣，还有我比较喜欢的靴子，还有包括有一个帽檐，可能在歪着的，是不是？一个 snapback 很像你的。非常喜欢，所以还有很多的西装、衬衫，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感觉这里面好多你的衣服，这一季又有很多可以穿的了，是吗？因为很多粉丝就想问说，哎呦，雨欣会接下来在哪些场合穿哪些今年的这个秋冬的迪奥的衣服？我觉得我确实是
这次太多适合自己的、嗯、对，因为这次其实蛮实穿的，对对吧，对、而且我看到那些靴子的时候我也觉得说有刘雨昕的名字，对，反正我拍了很多、是吧。哎，我跟你说，聊完之后我还要替很多粉丝们问问你，你接下来巴黎什么行程啊？接下来你刚说要去博物馆对，去博物馆，还有一些拍摄的行程能多待能玩几天吗？能玩几天，放松几天，放松几天。我前天看了你那个，哎，昨天吧，那个直播在那吃早饭，特可爱，你知道吗？昨天、那个确实是一个很突然。对、对，还要问问看那个工作安排呢？接下来工作安排，接下来就暂时不透露太多，但是很快跟大家见面。真的、那就太好了，雨伞们都等着呢。谢谢。而且他们特别想，就是让我跟你说，想做就做，继续前行，雨伞就在你的身后。一定的，我觉得其实这一次的主题也是。其实每一次都是以女性为主题的嘛，其实女性也可以做自己的骑士。我觉得是啊，我觉得你身上就有女性，我觉得你蛮潇洒的，自信的。哇，今天确实是这个造型上面很潇洒、你知道吗？我今天看到，哎，真的，我觉得很潇洒二字很适合你今天。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在看秀的时候，会选择可能比较蓬松的造型，比如说发型，但今天可能会选择稍微贴一点的。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做一些改变吧。对，勇于突破。对，然后自信。美丽坚韧、对吧，又高级。有时候美不只有一种，美当然不止一面了。其实我们迪奥要传达的女性的精神也是多面的，尤其是杰出女性的多面形象，就是你。好，那最后还有什么要跟粉丝们说吗？希望大家在外面多穿一点，然后很快会回来，也希望更快跟大家见面、很快很快，我们都会赶紧就回到国内啊，赶紧开展工作。是，加油加油，雨昕，待会儿出去赶紧多穿个外套。还好，我觉得今天天气很好。不是，你身体也是好，精气神很棒。好的，谢谢雨昕，跟你聊不完了，没办法了，就不想放你。刘雨昕，刘Yuxin at Dior。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decor? Nice. After the show.
真的好爱他，我的天哪！雨欣，这边。雨欣，刘雨欣，哥哥爱你。刘雨欣。雨欣，好了呀，谁好啊？我没有那个，好啊，换地方，换地方，给大家去支持一下咱们雨欣啊，支持咱们雨欣，欢迎大家！哎呀哎呀，太疯狂了，太疯狂了！哎呀，太疯狂了！咱们去追一下咱们雨欣啊，雨欣，欢迎大家！哎。来来来，两个站住！不对不对，雨欣，雨欣，欣娜 ，I love you。雨欣，我爱你 ，I love you。我爱你，啊？你记得我了是吧？我也记得你了，雨欣。哇塞，疯了！来，给不给力？大家自己看。雨欣，听听雨欣说啥？我爱你。你记得我是吧？我也记得你了。你给力不给力，兄弟们？雨欣记得我了，给力不给力？啊！哇塞，给力不给力，兄弟们、姐姐们，对吧？哇塞，给力不给力，兄弟们！雨欣最棒！